爱的公路，越过妈妈河流，一起去兜风漫游。时间它不会停留，帮我每个路口能接受人行道以后。我们一起抵达远方，世界尽头你在就够。它不会停留，把我每个路口能接受人行道以后。我们一起抵达远方，世界尽头你在就够。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，六月日落，在一起许七月的流星，八月温柔，只愿等我来的浪漫，你请你用我保留。哦哦哦哦，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，六月日落，在一起许七月的流星，八月温柔，只愿等我来的浪漫，你请你。晚上，谢谢。不知不觉呢，也到了十一月。嗯，其实十一月、十二月很精彩，你会觉得？因为前上个礼拜也才刚结束那个什么，算是我心中这个创作型的这个天花板。哦。就陶喆演唱会嘛。哦、对, 对对。然后紧接着就是大巨蛋，周杰伦跟张若昀。嗯。你不觉得十一、十二月很精彩吗？真的，真的，还有你的接唱。干我什么事？干我什么事？因为你觉得我就会来，我就会来玩了，你就觉得好笑吗？就很开心、啊。你不要放到里面，它显得好薄弱。不是不是，没有，你知道，就是有一些好是要比较出来的，但我不能拿别人来比较。我不能拿别人来比。拿我干嘛？拿我们一起嘛，我们一起干什么？好，反正总而言之呢，就是觉得十一、十二月很精彩。嗯。而且你看，七月我们也唱了很多新人歌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上礼拜是在那个 C 点。礼拜日一整天是你，对，礼拜六是我晚上，对，然后，以至于今天我一直以为在那边，然后说不定，哎，
不是，他盖的过去都架好了，然后人家说，不好意思，那个，抢人家位置。我说，看一下，哦，对，对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而且你就这样收，又收过来，对，你要辛苦。而且这么说，我来的时候你也差不多架好，我根本无用武之地，带着这个板子，还好，在哪里，在哪里，这样刚刚好。好，我们不要走错，因为明天也是这个点，对，对，明天也是下午，明天也是下午，对。没有意外了，没有意外的话，一样在里边。譬如说什么样的意外？可能就是那个落大那个什么下大雨滂沱，对，对，大雨滂沱。我不要回头，宁愿在风中站着。好，我现在想到一个歌，是这个，因为我刚才有提到两个演唱会嘛，嗯，他刚才有人点了彩虹，但是我觉得彩虹可以，我们再等一下的讲，好，好不好？我想到一个歌，是我们前几天在那边有唱。周杰伦的歌，好，然后是我们没有唱，那时候是第一次唱，真的吗？今天唱第二次，哦，我是这样，你知道我在讲什么歌吗？我知道，这个吗？不是啦，那个已经唱五百八十八遍了，这个吗？对对对，哦，好，